他用的这一副就是传说中的劫场德鲁伊，就是带了一大堆的解牌，基本上希望最后获胜的方式是让对方的牌抽光。那对牧师的刚好，那牧师就是那个希望你这个场上有生物，对，我刚好所有生物基本上他都不能控过去，是。我牧师的什么精神控制啊，那什么那个暗影术那些全都对我就基本上施不上力，对，因为我基本上生物就是他不能用魔法，哼。你看，嘿，那个他头大了，不过他一定也觉得，他最开始觉得我很奇怪，我怎么没有继续铺场？因为一般德鲁伊在四回合应该开始要再多下一些怪，那我就弄一直没下怪。然后他要出一个五倍，这一局的话，刚好可以这个打死四。这个八十比较干净。我靠，他要帮我补血，那我没有，吓坏了，我以为他要帮，哎，真的帮我补血，没有没有，他补他自己，五点的话，刚好是那个，舒服，他已经觉得我疯了，怎么有人带这种牌？一张卡，我想连每回要敲他3点。还有老样，不错不错。这真的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靠，我这样说刚，四，哦，不够。这连是四跟二，所以他皮上爆不了，要出血。这个等一下，如果被他那个卡巴也有考验。然后他要打四点。疯了，然后卡巴耶哦，真的卡巴耶，哎没有，他借过去，哇靠，亏了亏了，刚刚那个不该这样想，对，我的龙被清掉，让他多抽一张，不过他抽牌也不是坏事了，因为反正他多抽牌嘛，他找牌不抽干净好，这个好难解啊，让他抽2张快一点。那我先这个，先跑一张，
他应该暂时他没有办法，我就试飞了，他基本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先抽一张，哇靠，飞机不能用。看一下，三个，就这两个，四两号，疯了，这真的是疯子。他们觉得不知道遇到什么怪咖。领先三张，现在。全部人没有一张可以出的，我干打一点，那两个补一补，他就补满了。他那个，学法师还是觉得有点亏的，那个学法。不过他现在这个就是。这我可以故意不解掉，对，这个暂时解了没有意义了，对，我还可以送他牌，我还是不要乱来，我怕我解不干净，但我敲他。让他早点排见底。用一点诈术，看他怎么硬。你看，他果然不敢补自己血，他觉得有诈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刚好可以解干净。等一下，这个四一之后，他这边还要打三点，所以可以。多了一点，我也亏了。不刚不用飞机了，他应该用这个凶门刚好。哇靠！这么屌！刚好可以，这个把他撞死，疯了疯了。来出水银骑士，疯了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咆哮，14点加六，22点，20点，有一点点威胁，威胁不大，只能恐吓效果大于实际效果。哇靠，自杀吗？漂亮，天！等下我就把这个用掉。没有时间，好快。
靠，他偷我牌，这样他会偷到什么？他会偷到，有哇，真的偷到这种超麻烦的，太痛苦了这个。哎，白痴！我用这个之后就可以用灰击灰他，是有这么智障吗？那你可以试试。我们是偷牌，我真的很讨厌。哇靠，原来来了，尴尬，现在只能这样子，八点坐在这里，刚好，对，刚好打死。我剩13点了，快要死掉了。嗯，因为黑棋等一下会被他精神控制工作，估计这个黑棋下午砍完东西之后就被他精神控制。他剩6张牌了，再撑一会儿，再撑一会儿会被逆转战局。哎，幻影，幻影不错，幻影。现在下去跟了，早一点下坏也好，想跟大一点也需要在这边换一下，感觉比较舒服。我靠，他直接吃一个神圣清洗。哎，机会机会来了，这个等一下他被精神控制的话就不舒服。对，我暂时不能用自然的话，这我还是先敲它就好，这时候还不适合，不适合下这个东西，这时候应该先点一点自己护甲，叠叠护甲比较好，等它没牌之后再下这个，这样被精神控制才安全嘛。来这个，我靠，哎呀，我快没血了，好、哦。这个来的真是咬，撕咬啊，那撕咬的力量，他已经惊呆了。他要再偷我牌吗？他是3张。我要再撑一下，才可以逆转。这无血的吗？还是很不舒服。我这也补自己血的手段。这会被他控过去吗？应该不会。但这也不打他脸，踢脸太不舒服，还是硬打吧。现在补血，补好了。不相信他会舍得精神控制用在这只身上。太屌了，太屌了。像我要自然的话，他。不舒服，哎，我可以下这个挡一回，对。然后留给这个，等一下会被偷走。这边就是要拼生物交换，我只要能活下去，这个被换死我也认。漂亮，他竟然这么凶狠。他想要偷他吗？不会吧。
他想要做的，就让他写，他让我跟他换，然后换完他可以打一个，哦，他要打一个神圣星星。嘿嘿，我这边刚好神抽星陨术，把他陨死，看他怎么办。但我现在这次已经可以被指定了，所以他等一下可以精神控制我就受不了，不行。安全起见，用这个来缓，这已经没有效果。应该还是先这个，先补一下自己盾甲，会比较安全。他精神控制之中，哇靠，还有这个，太凶了，果然这个必须留着，不然不是对手。这个打五点的，等一下图片是扣二。要是四五六嘛，这也要等到他皮剑扣三之后，该我下这个红龙，然后瞬间让他扣四五，再轮到他就赢了。对。如果用天生技能换十点的护甲，上完剩六点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上完剩六点，六点他手上。不知道是什么，但这个如果找掉，会不会等下解不了的话？太难抉择了，还是安全起见好。两点，他只要等下抽三点再轮到我就赢了。我靠，真的有这个，太凶狠了，还好刚刚没有中。哎，那这样他等一下是四五六，等一下他就是四五六了。太屌了，太屌了，这场太屌了！哇靠，这样赢的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！这场真的。